不行了，你要吃大餐了。这就不吃串面呀。我不麻的啊。我麻的什么呀？面揉光就可以了，把它揪成小疙瘩。盖上盖子，让它醒上半个小时。啊，这拿了感觉二十多是不错，你看几卡，就这样干了。你说，把烧热一下。你弄的是啥菜好？这就上次腌的吧，萝卜。鸡精汤。吃不吃啊？吃不吃？你不能吃，照大家吃啊。不愿意了。爱要吃的。